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Lucy 老师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关于水果的部分。好，现在一起看一下屏幕。你看，我们这里有水果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水果。橘子，橘子。橘子有橘色的外皮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橘子非常的好，看我们第二个水果，西瓜，西瓜，你看，西瓜是绿色和红色的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西瓜。读得非常好。第三个水果，香蕉，香蕉，你看香蕉有黄色的外皮，我们一起念，香蕉，我听到你们念了，念得非常好，香蕉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今天我们有三个水果，你看，这是橘子、西瓜，还有香蕉。好的，那现在邀请小朋友们来跟我玩一个游戏。用你们的手指，我要你们找到。这个水果，听到它的名字，然后用手指点一下它。我先邀请 Alice 同学帮我找一下，西瓜在哪里？可以指一下吗？对，这个是西瓜，非常的好，西瓜。好，现在邀请 John 同学。帮我找一下橘子，点一下好吗？对，非常好，这是橘子。好，Cindy 同学，请你帮我们找一下香蕉，点一下好不好？对啦，你找到香蕉了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再玩一下。我这次要问 Tom 同学，帮我找一下西瓜好吗？点一点。对，这是西瓜，非常的好。你找到了。还有欣婷同学，帮我找一下香蕉。对，非常好，这是香蕉。还有 Jessica 同学，麻烦你点一下橘子。对，这是橘子，非常非常的好。好的，小朋友们，那我要问一下你们喽，这个水果是什么名字？这个是什么名字啊？这个水果，橘子，说得非常好。那这个水果的名字呢？西瓜，非常好。还有这个呢？对，香蕉，非常好，小朋友们。我们今天学习了三个水果：橘子、西瓜和香蕉。好的，那我们把卡片现在可以收起来了。谢谢小朋友，你们也可以在家里继续复习这三个新的水果的名字。好，谢谢你们，再见。